刚刚讲的，就是当对方攻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做待定的时候，他冲进来，我们直接换脚，直接一脚就踹过去。好，好来哦，第一个动作前踢，好，当我还分享口令，一的时候前脚夹腿，二的时候半空中后脚出脚，好，前脚夹腿，不是前脚先夹腿，并且动作前脚先夹腿，好，对，前脚夹腿，二的时候你后脚前踢，好。脚夹高，脚夹越高越好。但是待会你前进的时候，不要跳起来，就直接前踢哦。二，哎，对哦。哎，夹脚，脚夹高，放轻松。二，好，这边。好，当你二要前踢的时候，也是要夹脚再踢哦，不要脚直接马上扫过去，夹脚再踢哦，踢完又夹脚回来。好了，前进动作试试看哦，跟你讲真。哎，不要跳起来哦，身高尽量不要改变哦。二，哎，三，哎，四，哎，好，转身。来，我们练习回旋踢哦，一样，一的时候前脚夹起来，二的时候直接回旋踢哦。前脚夹起来，前脚夹起来。二，哎。点到，不要踢进去。